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在您的，哎，在您的，哎，请您往西再步行五米。不对，请您往北再滑行八米。不对，请您往东南再飞点。好像也不对。Sorry， 我迷路了。这么重要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迷路呢？啊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新入职的冰冰，我快到了，但是我导航迷路了。咱们这儿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？好，第一座啊。哦哦，好，我马上到啊。各位员工，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，真棒啊！又迟到了，集体迟到。说吧，什么原因？你闭嘴，你说什么原因？今天早点人特多，加三也没挤上桌，担心您的老胃病，这气可是刚出锅。小马，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。小马，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？哎，今天不一样。今天哪不一样了？换早餐了？今天没买。没买你还敢迟到？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。因为我什么？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。嗯，说。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，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，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。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。总监，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。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？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。公司倒闭，你去扫地。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。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，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，末位淘汰，月底投票。从明天开始，我看谁敢迟到。我迟到了。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。小白，哎，我不姓白。怎么不姓白？职场小白啊。对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。大杠，小马，你好。平平呢？不重要。来，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。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，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。干嘛呢？你在里面干嘛呢？哎呀，昨天我工作太晚了，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。听一听，看一看，品一品，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。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，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。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，名额就一个，就在你们中间，加油。这怎么办呢？那他肯定不行啊。你们好，我叫冰冰。请多多指教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公司的躺王，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，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。这一卷一躺，一卷一躺，一动一静。给你一个宝贝，就在这儿一躺。嘿，就这么躺？就这么躺。哦，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？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。嗯，哎呀，还挺舒服。舒服吧？嗯。需要采耳吗？不用了。需要踩背吗？ No， 在公司呢。你还知道在公司啊？不是，总监，我是这个不用这么大礼，真把公司当度假的。我是来渡劫的。都给我注意点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小白过来。咱们总监呢，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。怎么充满激情？哎呦，这都不知道吗？激情不够，演戏来凑啊！哎，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是总监，小马，你演员工。好，开始。
喂，啊，好的，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，我尽快给您解决。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，谢谢。哎，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。哎，小马，你太辛苦了。总监，我不累，我一点都不累。明天我就给你涨工资啊！哎呀，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。在职场上，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，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，你可以顶一顶他，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。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啊！记住了啊！酱，骨头，听起来怎么那么香呢？哎，光听不行，小白还得练。对对对对，你俩练一下。新来的，熬夜加班能接受吗？熬夜能接受，熬夜加班不能接受。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？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？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、执行者、努力者，你呢？我是孙行者，别跟我来这套，想让我多干活啊，就给我多加钱。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？总监看见，总监看见。别对不起，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。我的天哪，我们公司压不住你，赶紧走吧，回花果山分行李喽。别的师傅，不是总监，你让我留在公司吧。我能做 PPT， 我还能干活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，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。通知大家一个消息，末位淘汰提前了。淘汰三天后啊？两天后。别说话了你。一秒之后立刻开始。投大杠的请举手。投小马的请举手。投平平的请举手。嘿，你怎么每次都举？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？这样，投彬彬的举手。搞这么大反转吗？现在是平票是什么意思啊？平票没有啊，还有一个人没投啊，投总监的举手。我早就看不顺眼你了，你整天就骂我笨，你倒是给一个聪明的家呀。天天给我们画大饼，你看给我们画的撑得我们都瘦了。你来新员工你就让我们举手投票，我们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玩狼人杀的？一谈工资就给我谈成长，一谈成长就给我们谈理想，谈来谈去就是工资不涨。够了，造反。这里不是公司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不缺爹。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，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。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。这太对了。冰冰啊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。第一座很难找吗？第一座不是第一座吗？拜托，是第一座不是第一座，你赶紧过来，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。那个，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。那个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总监，保重。总监。